来，咱家人们进来了，点点赞好不好？点点赞。啊，我穿这个衣服有一点点冷了。家人们吃饭了吗？你们都吃饭了吗？我们还没有吃饭呢，早上起来了就给小宝吃了一点苦荞粉，然后现在才准备做饭吃的哈。家人们，你们那里下雨了，你们家乡下雨了没有？我们这里下雨了，今天我们这里下雨了，昨天晚上就一直下，下到现在还一直在下。你开播了，对的，我开播了。今天下雨了吗？没什么事情，也不能出门。然后呢，我就给你们开播聊一下天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现在都在干嘛呢？前面开了，对的，我前面就开播了，我昨天晚上也开播了的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我昨天晚上也开播了，你们没有看到吗？你们昨天晚上没有看到我吗？你们昨天晚上没有看到我开播吗？哇，这个风怎么那么大呀？黑妹，你在厂里面吗？没有没有没有的，家人们，我没有在厂里面，我在家里面呀，我在家里面，家人们，我在家里面，没有下，我们广西没有下雨，我们这边四川这边基本上都在下雨，一直在下雨哈。衣服前面开，面前开了，哦，我这个衣服没有，我穿的是里面的，然后外面的这个小了。外面的这个小了，我不打这个了，我不打了，这个不打了，前面的这个小了就那个。那你又不带孩子，带着的，孩子在妹妹那里呢，家人们，等一下他们就过来了，来，咱家人们把赞赞往前点一下，好不好？咱把赞赞点一点好不好？我孩子在旁边呢，小宝在的，小宝在的，这个又下雨风又大的，我这件衣服太小了，怎么办？家人们，不能穿，这个衣服太小了。来，咱家人们，我们把赞赞往上点。好，我就不扣了，太小了，家人们，我不扣了，太小了。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，家人们，自从那一次我事情需要解决，然后叫我们拿米的拿钱来解决的时候，阿斌跟我说，他说他找不到米解决了，然后他就叫我带着小宝回我爸爸妈妈这里来，他跟我说
他现在找不到钱了，叫我带先带着小宝回到我爸爸这里来，叫我爸爸给我解决。然后我就听了他的话，我把小宝带回来了，家人们，我把小宝带回来了之后，我爸爸帮我解决了问题。然后他说他要在外面挣钱嘛，结果到现在也没有联系的，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家人们。结果到现在也没有联系的，我的事情我爸爸给我解决了，还有那个阿龙，龙哥拿了钱给我爸爸，然后我们把事情解决了之后呢，我现在一直在爸爸这里，然后龙哥的然后那个阿斌的话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家人们。来，咱家人们，我们把赞赞往前冲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赞赞往前冲一下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没有联系了，家人们，谢谢送的礼物，谢谢。龙哥喜欢你吗？他说他喜欢我，但是我没有接受他的喜欢，家人们，但是我没有接受啊，我不敢接受啊。感谢点的赞赞，来，咱家人们把赞赞往前冲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赞赞往前冲一下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准备烧火做饭了，我们现在准备烧火做饭了，家人们。现在准备烧火做饭了，来，我们把赞赞往前冲一波，好不好？这是爸爸的家哈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的陪伴，这是爸爸的家哈，我现在在爸爸家里面，我们还没有吃早饭。我们还没有吃早饭呢，家人们，你们吃早饭了没有？你们吃早饭了吗，家人们？我们把赞赞点到 A1 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你们吃早饭了吗？我们是没有早饭的，家人们，我们是只有两顿饭，早上吃一顿，晚上吃一顿就解决了。白天的话，你饿的话你就随便找一点吃，不饿的话就不吃了。你们的话哈，一大早起来了就要吃一顿早饭，然后再吃午饭，再吃午饭了，然后再吃晚饭，一天就吃三顿饭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天吃两顿，对的，我们一天只吃两顿的。如果你中午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，中午饿的话可以吃一点，但是我们早上是不吃早饭的，直接就吃午饭了。是想吃大鸭子吗？中午吃点肉。吃肉。俺爹什么大公斤几斤啊？我去看点多了。我妈怎么想？出时间了。他自己点的也好喝，我都不。提灯的，喝水。这是我妹夫哈，家人们，这是我妹夫。Hello， 家人们好。我手机都没有开美颜的，怎么就美颜就那么大了，家人们？手机我都没有开美颜的，结果的美颜好大。我身高在加多点。他就是说晚上挂皮走远。我们一天，对的，我们一天是只吃两顿的。风太大了，感谢关注，谢谢点赞，感谢家人们的关注，谢谢你们的点赞。我们把赞赞往前冲一波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赶紧先洗了，那就挂着。这个雨昨天晚上就下了，昨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是9点多10点吧，然后
那个时候就一直下一直下，下的好大，晚上一直下到现在，现在也还一直在下呢，家人们，一直都没有还在下，都没有停。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那个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那个烧烤？我们昨天晚上吃的那个烧烤，然后呢，那个烧烤都还没有吃完嘛，所以呢，今天又给它切了一点土豆，等一下准备，现在准备炸那个土豆吃的。现在呢，就准备炸那个土豆吃的，来给你们看一下，在后面。哇，什么情况？叫龙哥、韩龙哥过来吃饭。阿姨，昨天晚上我有联系他了。阿姨，昨天晚上我联系他了，然后他说他在忙，他说他有一点事情要解决，说他解决好了他就要过来的，他今天来不了的。阿姨，你们吃饭了吗？哇，这个风吹得好冷啊，风吹得好冷。还没有吃饭是吧？但是你们已经吃了早饭了的。我们昨天晚上也是吃这个，然后昨天晚上没有吃完嘛，吃剩下的，所以今天呢早饭也没有吃，午饭也没有吃的，早上就直接吃的这个，再烤一点这个。感谢点亮粉丝灯牌，谢谢加入粉丝团。我们这里热的，我们这里下雨，昨天晚上就下雨，下到一直下到现在。真不热了是吧？加一点酱油吧。感谢关注，来，咱家人们还没有关注我的，给我点个关注好不好？家人们，还没有关注黑妹的，给黑妹点个关注。
关。我在家里面哈，我在家里面，家人们，我在家里面。有没有和以前的坏老公？没有没有，不知道了，我们没有在一起了哈。哈哈哈。对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过来，过来，啊，来啦，来啦 ，Hello， 来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耳猫可气了，叔叔，按你这些耳猫摘了的，俺们才女的装。来，摘摘了，我们把摘摘往前冲一波，好不好？太不给力了，摘摘财富现在都还没有到一万。我现在在爸爸家里面哈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我妹妹。重新嫁人了吗？还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嫁人的。我小宝都才那么小，怎么可能嫁人嘛？对不对？欢迎我姐姐，欢迎几位姐姐，感谢关注。几位姐姐，我们又开始吃。几位姐姐，我们又开始吃了。昨天晚上吃剩下的，还没有吃完的。一二三，点赞！我姐姐来了，姐姐一。我数到一二三，我数一二三，家人们一起帮我点一波赞，好不好？不知道呢，他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家人们。哇，烤糊了，烤糊了，烤焦了，感谢关注，谢谢家人们的关注。两个线，我们是两个线，很远的。我们是两个线很远的哈，但是他不跟我们联系啊，但是他不跟我联系，然后他当时说叫我带着，让我带着小宝回来找我爸爸妈妈的，然后我听了他的话，我就带着小宝回来找我爸爸妈妈了，他也不见了，他也没有联系我们了，所以的话以后。从今以后的话，我自己带小宝生活嘛，即使有他没有他都是一样的，有他在他也不会帮我分担什么，对不对？不要联系了，没有未来。对的，曾经到现在我小宝都快一岁了，那一路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着小宝过来的，不管是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是我自己出的，所以呢有他或者是没有他都是一样的。来，咱家人们把赞赞往前冲一下，好不好？家人们，几位姐姐，你们吃饭了吗？咱家人们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吃饭了吗？啊，把那水给煮的，他就给的多，俺家火锅呢。我给你做韭菜，好不好？还没有做，但是你们应该吃早饭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的话。但是的话你们应该是吃了早饭了的，我们还没有吃早饭的，家人们，我们还没有吃早饭，我们是没有早饭的，我们直接就吃这一顿的。叔叔，儿子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想不想？阿斌说会挣钱可给你，不是的不是的，那都是骗人的哈，家人们，那都是骗人的，那都是骗人，宝贝，宝贝，啊，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好，不给你们看了，再看的话，等一下官方又给我那个了。可妹，看着你吃，太喜欢吃了，看着流口水了，家人们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来，只能看不能吃，真的是对你们挺不好意思的了，家人们，我们这些是昨天晚上吃剩的。这些是昨天晚上吃剩下的，家人们，感谢送的礼物，谢谢。这些是昨天晚上吃剩下的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没有吃早饭，我们是没有早饭的。哇哇哇哇，脖子，我去！他挣钱给我们花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家人们，那是不可能的哈，都是假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火腿肠子在煮啊，火腿肠要不要？有几个？八个。
哪个男人好吗？我现在是没有男人的哈，我现在是没有男人的。旁边这个是妹夫哈，妹夫，这是妹夫哈。看，但是四人进步姐我感觉四人进步姐姐四人多，你到时那人老让你到哈，你到时哎只是两个狗运动让我可以的你的猪家人们，我现在是没有男人的哈，我现在带着孩子、我还没吃到不不，是日毛夫跟谁的心多？他们咋就吃点啥？这个不是你来着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是我妹夫哈，妹夫。这顿火锅都是，这顿烧烤都是妹夫请客的哈。这个是妹夫请我们吃的，昨天晚上。我都差点不会在家咋的哦。你给他打电话管他要，他自己就没有，是不是？什么人？我出萝卜嘛，他滚他滚不出。对。你妈妈来，你妈妈不去了。我不，你去追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，你看嘛，手机摸摸的。烤焦了，烤焦了。我怕这个吃了，等一下会不会那个什么？你要带好孩子啊！好好，他们在帮我看着呢，现在。来，地下地下玩着。我们把渣渣往前冲一下好不好，家人们？他鞋子湿的，老黄，咋办？有一点烫，有一点点烫，主要是有一点烫。烤焦了。不能吃了，这一块烤焦了，不能吃了。烤焦的这块还是蛮好吃的。欢迎家人们，欢迎家人们的进来。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点亮粉丝灯牌。我今天是本来是想把那个你烧糊掉了还在吃，谢谢送的礼物，烧糊了，但是这一边还可以吃，阿姨这边还可以吃的。感谢送的礼物，谢谢。我本来说把今天把龙哥叫过来玩的，我问他回去了没有，然后龙哥说他还在忙，
他有一点事情要忙，然后他就说暂时来不了我这里，等他这两天他就忙完了，这两天他忙完了，他说他就过来找我们玩。他不知道去哪里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家人们。他可能去找他的幸福了吧，他在外面玩的也挺好玩的。锅里的又烧焦掉了，干，给他翻一下。哇哇哇！注意一下，注意注意注意一下，那个起锅烧油了。那个起锅烧油的时候，它就会跑上来，看到我。俺就平时那姑姑不吃的就起锅烧油。起锅烧油，家人们。当着你们的面，你们又吃不到，还看着给你们吃，挺不好意思的。起锅烧油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现在在爸爸家哈，我现在在爸爸家里面哈，我现在在爸爸家里面。我们在吃烧烤，家人们，我们一大早起来了，起来了就吃烧烤。我们起来了就吃烧烤，没有早饭的，我们是没有不吃早饭的。我想吃饭了，看，我就找个吃点肉。那个，哎一个一个一个。你老公呢？没有老公哈，家人们，我没有老公。我有一个儿子，但是我没有老公哈，家人们。多少？五下。五下。是他不要我们了哈，是他不要我们了的，不是我们不要他哈，是他玩失踪了哈，家人们，他失踪了。来，你们喜欢连麦的可以连麦哈，你们喜欢连麦的可以连麦。